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哎呀，我发现我头上长了好多白头发，看起来好老啊。小雨一边看着镜子，一边皱着眉头。你可别急着染黑呀，我听说白头发有预防癌症的功效。好友小燕忽然插话道。小雨惊讶地看着小燕，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我最近在研究防癌知识，有一篇文章写到了这个。据说白头发是因为头发内部的细胞老化，但是同时也会帮助身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有预防癌症的作用。小燕解释道。小雨听了后有些心动了，那我可得好好保护这些白头发了。一生中得癌症的概率，癌症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全球各地都有很多人因癌症而失去了生命。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次被诊断出患上癌症，其中约有600万人次因此而去世。那么一生中得癌症的概率到底是多少呢？一，要注意到不同人群的得癌症概率会有所不同。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统计数据，男性得癌症的概率略高于女性，而不同年龄段的人得癌症的概率也有所不同。例如，65岁以上的老年人得癌症的概率明显高于年轻人。不同地区的人得癌症的概率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一些研究表明，人们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地区更容易得癌症，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则相对较少。二，得癌症的概率也受到一些遗传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遗传因素是一种固有的因素，即某些癌症会因为遗传因素而更容易在某些家族中出现。而生活方式因素则是一些人类自身的选择和行为，例如吸烟、饮酒、不良饮食习惯、缺乏运动等。这些行为可以增加某些癌症的风险。三，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的癌症的概率，例如长期暴露在辐射和化学物质等环境污染中，也会增加某些癌症的风险。还有一些人类习惯和行为，例如使用某些化妆品、经常熬夜、过度使用电子设备等，也可能会增加某些癌症的风险。二，头发变白不易得癌。当人们开始变老时，通常会经历一些生理上的变化，其中包括头发变白。一些传言称白发可以预防癌症，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白发和癌症之间并没有直接或显著的关系。白发是由于毛囊结构遭到不同方式的破坏而引起的，而癌症则是由细胞异变引起的疾病，这意味着白发不能防止癌症的发生。同时，临床上也没有发现白发对人体是否有益的证据。相反，白头发通常被认为是苍老、疾病和心情失落的信号，这些因素反而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那些声称白发可以预防癌症的传言是不准确的。三，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一，色素细胞的减少。头发颜色由色素细胞产生的色素决定，当色素细胞减少时，头发就会变白。随着年龄的增长，色素细胞会逐渐减少，导致头发变白。这也是为什么头发变白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原因。二，遗传因素。遗传因素也可能导致头发变白。
一些基因可能会影响色素细胞的生产和存活，导致头发变白。如果你的父母或祖父母在相同的年龄出现了头发变白的情况，那么你也可能有相同的遗传倾向。三，疾病和压力。慢性疾病和压力等因素也可能影响头发的健康，导致头发变白。例如，甲状腺功能失调、铅中毒、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疾病都可能导致头发变白。此外，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也会影响头发的健康。四，生活方式。一些生活方式习惯也可能导致头发变白。例如，长期抽烟、饮酒和缺乏睡眠等习惯都可能会影响头发的健康。此外，过度使用染发剂和化学物质也可能导致头发变白。五，其他因素。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头发变白。例如，头部受到辐射、感染和其他损伤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头发变白。此外，某些药物和化学物质也可能导致头发变白。四，如何减缓长白发的速度？人们常说，白头发时不能拔的，拔一根会长十根，会让表白速度更快。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头发的数量其实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毛囊的数量会减少，所以老年人头发会比较稀疏。每根头发都有自己的生长周期，拔掉这根白头发只是会影响这根头发的生长周期，不会影响周围头发的长势，所以没必要有这方面的担心。不过头发最好不要拔，头发拔多了对发根的损伤是比较大的，甚至会患上毛囊炎。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减缓长白发的速度？一，多吃对头发有好处的食物。想要减缓长白发的速度，可以用食疗的方法。在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对头发有好处的食物，比如说精米和海带有滋养头发、让头发变乌黑的作用。改掉偏食和挑食的坏毛病，均衡膳食，确保营养的充足摄入。尤其是要着重补充微量元素，微量元素的缺乏会让头发变白。二，经常按摩头皮。按摩头皮也是减缓白发生长速度的一个好方法。之所以有这方面的作用，是因为按摩头皮能够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能够让头发更好地摄入营养。细胞活性增强了，分泌黑色素的功能就不容易退化，自然能够减缓白发生长的速度。用牛角梳或者木梳梳理头发也有同样的效果，每天早晚两次会让发质变得更好。三，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头发的状态可以在一方面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如果精神压力很大，有很多不良生活习惯，头发的状态就会不好，不仅会长出白头发，还容易脱发。所以想要减缓白头发生长的速度，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早睡早起，少吃垃圾食物，多喝水，放松心情，不要有太多的压力。白头发多的人不容易患癌的说法有失偏颇，不能轻信。但是长白发终归是一件影响外貌的事，而且有可能在背后隐藏着很多不利因素。想要让头发一直乌黑有光泽，就要排除不利因素，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注意营养的补充，注意不良生活习惯的改正，注意压力的排解。
五，如何预防癌症？一，健康的饮食习惯。人们应该选择健康的食物，包括水果、蔬菜、全谷类、蛋白质来源和健康的脂肪。人们应该避免高糖和高脂肪的食物，这些食物可能导致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二，戒烟和限制饮酒。吸烟和饮酒都是导致癌症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您吸烟或喝酒，那么戒烟和限制饮酒是降低癌症风险的关键步骤。三，避免过度暴露在太阳下，紫外线是导致皮肤癌的主要因素之一。人们应该在外面时戴上帽子和太阳镜，并使用防晒霜。四，坚持适当的锻炼。适当的锻炼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身体健康，并减少患癌症的风险。根据研究，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可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五，定期进行筛查和体检。定期的筛查和体检可以帮助人们早期发现癌症。许多癌症在早期阶段是可以治疗的，所以及早发现是至关重要的。头发变白和癌症之间并没有直接或显著的关系。白发是由于毛囊结构遭到不同方式的破坏而引起的，而癌症则是由细胞异变引起的疾病。因此，声称白发可以预防癌症的传言是不准确的。我们应该避免相信那些错误的观念，认识到预防癌症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只有通过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我们才能降低患癌症的风险，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